啊，来，看来大家还是蛮关心我的。哦，我说 NPC 了，虚佐之男。好多、哦、打的是金刚堕天，八米通开场下应带一下，然后跟那个艾丽莎林也好。好，今天比较晚，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抱歉一下，因为刚刚有事情拖了比较多。あの、頑張りましょうね。さあ、行きましょう。行きます。はじめ。我来了。四只，蛮金色的。很多稀有素材。余裕でありましたね。哦哟，这边射金箭。独筆事故なし。这边的我捡了。背鳍破坏。等一下再看一下他。あなたと一緒に戦うのが楽しくなってきました。私今日誤射が少なかった気がします。一下就趴掉了。最後まで油断は禁物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。耐力增强剂 S， 体力增强剂改。来看一下哟，还大马士革钢，好啊好啊好啊，再来几次。看来这个我们要一个人，我们要一个人。我们用最低的信天翁，这个吧。合成一下，要不然太痛。大剑，
不知道这样怎么样。水属性。赫拉，头部吃贯通，下半身吃破碎。这是我一个人挑战，看看。好，来吧，爆破，看到了，贯通看看。好像不错哦，尾鳍，背鳍，尾鳍跟背鳍，知道了。等一下炮塔，背鳍尾鳍太赞了，背鳍炮塔，难怪去打那个牙齿跟嘴巴，很快就死掉，根本就不会破坏啊。可以阶段，大马士，大马士，嘿嘿嘿嘿嘿，还蛮多不错的。那我们接下来。近远写诗，
近缘写实。好，破面金刚。就是弗洛佛洛斯。好，感觉我好像越来越常在台长下音出场。好，出发吧。行きます。作敵開始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了解で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作敵します。援護します。怎么这么快？当初吸引崇恩最凶的是笑叶，而且我笑叶没了之后就变我了，还好马上掉头。那得ついていっていいですか？来了，左半边的剪完，我们绕一圈，交给艾丽莎，她可以的。干巴爹，还有三个，不捡了，直接先去援助吧，不然等一下太可恶，被干掉。奇怪吗？那你为什么不？我说你也是。蓄力着地。啊！来来再来再来，哼！再来再来再来，哼！
可以了可以了，我斩，斩，斩，还不是因为你有特殊需求，他有爆破箱啊，爆破箱专门对这家伙的。红说闪电中弹，然后怕没怕没怕没，手也破了，嘿嘿嘿，接下来就来虐待了。你把我打飞，然后你再帮我补血，有什么用？我就希望你不要把我打飞了。进去了。等一下就应该会把它引出来了。要小心，要小心，我们要非常的安静。麻辣水晶。进来了。哎喂！还好还好还好。是谁放那个炸弹的？别闹了别闹了，我要死，我要打了我要打了，下一秒闹下一秒闹，哦塌掉了，到对面，太远的了，那就顺便捡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准备喷。すみません。捡。後続します。撤退しろ。了解です。索敵開始。了解で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索敵します。大家都去找一下。哎呀，我灯没有开，暗暗的。我现在看到我自己灯没有开，不过应该不太影响了。大家都是看游戏嘛。
对不对？都是看游戏的，所以就看我来这一刀劈死。斩！射程！是救我、啊！跟你说不要啊！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去赌。赌的情况就是说你失败，然后他也活着，然后两波劈下去，他会中断这个招式。哦，血好硬。太好了，这么远，下一打不到我。啊！过下。好，为了庆祝一下。他们血量不够。好了，艾丽莎还有一点点。最后的余弹は禁物です。あなたと一緒に戦うのが楽しくなってきます。看到了，有点强迫症，一定要让同伴满血。啊，是没有进人血十给我就对了。八重环。混沌大鼓。怕延期开，好吧，打一下。爆破，爆破一定要他了。变更，出发！哇，光看数要变六千一了。那我这个新的实况组好开心。至少都有人在看我的实况。虽然我的技术很差，好了，口才也不太好了，就这样，我就慢慢成为一个称职的实况主，请大家慢慢拭目以待。稍等一下，这样 BGM 应该大家会听得比较清楚。因为我发现我那个战斗音效太高 ，YouTube 我看一下记录，存档记录，发现说爆音
好严重。不知道这样大家有没有听得比较清楚？艾丽莎跟过来了。好，看吧。啊！打到了！盾牌交给夏一。根部破坏，哎，不要跑，你吧。跳起来嘛你！跳啊！跳不起来的啦！艾丽莎，加油！不到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！啊，怎么打的？斩！把他尾巴切下去。
啊，破坏了，太生气了。还有这招，他在下面打不到，我在上面，他直接拿针刺过来了。阿丽莎救我！好，生气归生气，被撞到了，来。有点古博啊，每次都要刚刚好算准。下人不要再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不会被他发现。我们慢慢的，慢慢，哎呀，啊，麻痹，我把你麻痹，没有没有，他被击倒，我这个有麻痹属性的，好，再来再来，成功。OK， 来。ミッション完了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元気して帰れそうです。血晶啊！じゃあ、从这边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すみ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我都在说すみません。他们都好有礼貌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なたと一緒にすみません。夏音，他还没有。都满了，那都满了。哦，可以延期显示。哎，还算不错了。基本上我对我自己的成绩非常满意，就是 A， 至少不是个 B。其实 B 加也算可以。老师怕，哦，有了，延期真奈热合金，延期大铠，延期软钢，贯通 3.1， 火是 3.6， 嗯，鉴定大师，那群爆呢？要8。现在是8，反而是这个，
延迟面对，不要。混沌钢铠，混沌钢铠，哎。乌若，好像有那个乌若波罗斯。嘿嘿，来一下，要贯通的，所以不用带台场下影了。那我也要换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